原标题：华山论剑。自古华山一条路，华山论剑。自古华山一条路，以前去过陕西两次，但没有上过华山，多少有些遗憾。所以这次只游华山，把陕西也放进游记题目里，实在有些拖沓，对不起陕西，用你的名字拖了。一说到华山，我起码想到三个以上的故事：小时候看过的电影《智取华山》，听过的神话《宝莲灯》，大了看过的小说《笑傲江湖》。一想到这些，更提起了我登山的兴趣。北峰华山论剑，西岳华山古称太华山，海拔2160米，位于陕西华阴境内。华山地处陕晋豫黄河金三角交汇处，南接秦岭，北看黄渭，鄂大西北进出中原之门户。华山以雄险著称，其峻峭堪称五岳之首，东西南北峰峰相依，怪石峥嵘随处可见，悬崖峭壁云雾相连，故有自古华山一条路之说。华山名字的来源有多种说法，其中之一是华山山峰像一朵莲花，古字华语花通用，水柱经说，远而望之若花状，故名华山。据考，华山系以完整硕大的花岛岩体构成，其历史演化可追溯至27亿年前，《山海经》载：太华之山，削成而四方，其高5000仞，其广10里。据清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考证，中华、华夏皆集华山而得名。硕大花岗岩玉泉院，玉泉麒麟赏华山前，我们先到其北路之玉泉院。该院传为五代隐士陈抟修真处，清乾隆年间重修。陈抟，字图南，字号扶摇子，宋太祖赐号西夷先生，先居武当山，后居华山修道，常练功常睡，世称隐于睡。其学问高深，所创无极图开离学之源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传说一日，赵光胤从山下经过，被陈抟射至朝阳峰，二人于其亭中对弈，言明以华山为主，决胜负。赵匡胤在其士占优时大意，输掉首局，结果连负3局，且写下契约以华山为质。果然赵匡胤得天下后，为华山官府不能管，第一山送礼佛题北峰顶。为了节省体力，我们乘缆车到达北峰云台峰，站在峰顶四望，只见东西南三峰对峙，山势陡峭如刀削斧劈，难怪李白咏诗西岳峥嵘和壮哉，黄河入思天际来。在这里你会深切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花岗岩山体，远处一幅幅天然水墨画展现在你的面前，水墨丹青远眺黄河之去华山小道。据说当年解放军在采药人的带领下，就是沿着这条人迹罕至采药小道爬上来智取华山的。擦耳崖，这是擦耳崖。古时这条路很窄，人们登山只能脸贴石壁慢慢前移，欲知玄经其微甚，看我青苔一面痕，卧牛石，这是卧牛石。相传当年华山没有路，是老子驾青牛为华山开了一条路，人称老君犁沟，青牛在此休息，天长日久变成卧牛石。天梯，这是天梯，登上去便可到达仙境。遇到，这是遇到。据说汉武帝刘彻、唐玄宗李隆基巡逐华山时，站在此处看到苍龙岭非常险峻，便驻足止步于此。明初刘伯温诗云：石屏遇到鸟飞回，汉帝亲封御简来，远近两相倚苍龙岭。现在要登苍龙岭了。苍龙岭因岭脊青黑，蜿蜒盘旋，似苍龙腾空而得名。岭两边山谷悬崖峭壁，深不可测，耳边风声呼啸，令人心惊目眩，不敢俯视。不有神功开鸟道，应无人迹到天门，辛苦攀登寒玉头书处。在这里历史上曾有过哭和笑的有趣故事。唐朝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，赴任途中登华山，
行至苍龙岭，因心惊不敢下来，亦无法上去，上下无招，放声痛哭，写好遗书扔下山谷，幸村民捡到，报告县令。于是话音，县令派人将韩愈接下山谷，韩愈头书处至今可见。后来山西赵文被百岁游山到苍龙岭，想起当年韩愈的胆怯，不觉放声大笑。清代李白到此便作诗一首：华之险，岭为要，韩老哭，赵老笑，一哭一笑传二表，李白不哭亦不笑，独立岭上但长啸。回望苍龙金锁关，过了苍龙岭，来到金锁关，这里的登山铁锁上几位游人锁满了寓意婚姻美满、家庭幸福、身体健康的金锁。金锁关就是通天门，是通往华山三峰的咽喉。鲤鱼背看着人们走在光滑的鲤鱼背上，心里真有点发毛。好在现在安了铁链扶手，当年设在西风镇月宫中的国军司令部，做梦也没有想到共军会从这光溜溜的鲤鱼背上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。翠云宫府西时过了鲤鱼背，就到了西风莲花峰的翠云宫，这是峰上保存的最好的道观，关内宫的三圣母，这里传说着家喻户晓的美丽神话，劈山救母、宝莲灯。在宫外我们可以看到杨戬镇压三圣母的大石、沉香劈山救母的斧劈石，以及新制的开山斧和宝莲灯，它向我们传递着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。新制宝器西风顶在石，逢中生长的华山从南天门，经过南天门就到了西岳的最高峰一南峰落雁峰，这里有华山最险的长空栈道，此处又名碧照崖。相传宋太祖曾多次派使陈照陈抟进京做官，陈抟不愿为官，即在此躲避。长空栈道七追夫在长空栈道入口处，我看到一件有趣的事，两口子来到栈道前，妻子要下去，丈夫胆怯了，拔腿往回跑，妻子追上前扯住后衣襟，最后没去成。南风仰天池，南风临了一仰天池，池中水久旱不和，久涝不溢，成一大奇观。把堤而起铁壁铜墙，在太华极顶观看群峰，你会看到什么是拔堤而起，什么是千山万壑，什么是铜壁铁墙。你会看到这是一幅绝不同于其他寺院的天然的超大型的写意泼墨画，泼墨国画玉女峰。中峰从南峰下来，我们实在没有力气再爬了，只能遥看中峰玉女峰，这里有弄玉和萧史的故事，也只能遥看东峰朝阳峰的齐亭、赵匡胤和陈抟婆一处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